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超级工厂是以95%的一个工产业链的一个本土化率，也是和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产业一起来完善整个产业的结构。这四年实际上我们带动了300多家供应商在中国的一个落地。今年一至八月，从我们上海南港码头出口的国产车为17.6万辆，同比增长73%，其中新能源车占比80%以上。在新能源车中，特斯拉占90%左右的比重。